嗨，这是小 A 字，这一次介绍 Double Tips 的袜子。因为我自己有买来穿，我觉得还蛮好穿的，想说做个开箱。首先的话，袜子的话是用气垫袜，就是它的底部厚度就是有做比较加厚，那在脚背的地方也有，所以穿起来的话真的是蛮舒服的。然后呢，在脚后跟的地方有 logo。那假设你是去店里买的话，它会一次有三双一包这样子成套的卖。然后颜色的话有蛮多的，目前手边只有到四种不同的色。那这是长袜的啦，长袜等一下单独拿出来介绍。有黑色、军绿、灰色跟白色。好，再来，刚灰色看过了嘛，然后白色就没什么特别，就是白色、黑色长袜。那他们的 logo 的话，一样是在后脚跟这边。至于 logo 的部分，它是本身的布料上的车线的变化，所以也不会有掉的问题。长袜的话，一样。也是比较厚的哦。那中间这边，常会看到吗？袜子中间有这种松紧带，穿起来也会更包覆。颜色的话，再来看军绿，军绿色也是蛮不错的。但搭配长裤的话，可能卷一点裤管，袜子都会露出来。然后。来的时候一样也是三双一包，然后我觉得它的价格，其实长袜的价格一双大概平均下来是700块，哎，感觉蛮贵的。但是你看到现在坊间的一些潮牌啊，或是拿 Human Made 来举例好了，可能一双都超过这个价格，所以相对的还蛮划算的，我觉得。那尺寸的话是建议25到28，但是袜子有松紧的那种。弹性啊，所以我觉得都 OK。那要买的话，或是其他资讯，可以看影片下方的连接，大概是这样。